现在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线条舞俱乐部每周聚会的时间哈、哦。每个礼拜四的下午6:30到8:30，那6:30到8:00的时候是我们线条舞的教学时间，有我们的三爪老师的教学。然后8:00到8:30，我们有另外一个交际舞的教学时间，是由我们尤思思老师的教学。希望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向我们的徐会长报名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请徐会长代表我们所有的同学。今天那个天气不好，谢谢你们光临这边那个 party 哦。我们那个 night dance 是礼拜四，每个礼拜四都有的。刚刚好呢，今天是24号是礼拜四，所以我们那个 party 那个在今天晚上。那我们 night dance 的那个老师们呢，都是义务帮我们教我们跳舞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有点心意是。请那个副会长陈辉帮帮忙，那个来个红包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请周老师。